姐。Hello， 大姐，谢谢柠檬的 Mojito， 谢谢北原的 Mojito。不好意思呀，大家，我迟到了，不止一下，我迟到了蛮久的。嗨嗨嗨，谢谢北原的普通轿车，谢谢轿车。谢谢本人的比心，谢谢。我刚刚睡着了。我最近太累，我最近。才开始到十下而已，我最近睡很少。应该很吧，就是比较少。今天是天堂面膜，但大概也才两层。嗨，老哥，谢谢西西的比心。对啊，大概才两层还三层。大家有看昨天，也想吃两层面。你可以吃两倍长的面的面面直播。第二份。你有看昨天的 vlog 吗？可是我觉得好不错看，算了。我看。看完记得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开铃铛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很可爱 ？Hello Hello。嗯，你是糖糖吗？不行啊，开玩笑。越开心的是越吵。叫车。今天老师只能挂听了，太可惜了吧。哎，这段有人呢。配好这个浪花。谢谢开心的花枝精髓，明天早上看看是不是？大家可以去留言这个。大家记得看完要去留言好吗？大家可以留言这些啊。我真的假的？那我还真的不知道。谢谢契尔的四叶草。谢谢马尔济的许愿瓶。Hello， 君。其实那放了蛮久的，大家才记得那是，因为那是台南护专的校唱嘛。已经很久了耶，台南护专的校唱。
苹果好多，谢谢。酷哎、欸！对啊，很久那时候，那时候七七也是长发，然后平常还是卷发，栗子还是绑那个栗之前的公司，然后麻友也还没染头发。这米手的四叶草，这米手热，这时候真的开心，那天真的很开心。今天谢谢杜武的许愿瓶，谢谢。看看公演状态，有更前排了，谢谢。大家不觉得我这次公演很棒吗？咖喱焗烤饭不是哦。我很喜欢这首歌哎，可是我不知道中间是不是这个字，反正就是这首歌。意外的很性感嘛。我要去拿梳子，大家可以继续留言，我等一下都会看。那我要先去拿梳子。可以不要留一些没有意义的留言。公演跳得很棒，台语是，我就说我台语很好吧，我表现得很棒，谢谢 Lucky。玉花，瑞你连毙三次，一那边什么意思？星空的错误吗？很帅，很帅。很帅是哪里？梦之中，我觉得我梦之中跳得很好哎、欸，可是因为我站位比较后面，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，看比较看不到我。还有说谢瑞应该挥手，不会啊，我才谢谢你们帮我做我的应援舞给我看。但这次我们可以聊聊公演，聊聊昨天的 vlog， 聊聊最近戴隐形眼镜的好好笑的事情，这等下再说，还有一些很多事情都可以聊，是可以的吗？非常可以吧？我跟你们说，练习的时候栗子才更夸张哎，这个不太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练习的时候栗子比我还夸张哎，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谢谢 Kira 的比心，谢谢。跟阿妈说台语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我们家本来就会说台语，然后其实我是。蛮会说的，只是因为长大比较忘记嘛，因为比较没有机会说或什么。Yeah. 我想到都夸张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你们可以去问看例子，不知道好不好说，不好不好说。对啊，刚好旁边的人你会觉得很多绯闻。我们要剪很多，搞不好就是给你的，我就是给每个小块的。好惊讶，很惊讶吗？不然你们我台语很烂是不是？哎，很好吃，我也觉得。我也觉得啊对，最后彩蛋我也要说一下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一件一件慢慢来。大家最喜欢哪一首歌？最喜欢我跳哪一首歌？
出来都没什么水。他露脸就要算，因为我不会锁。你们错了，我可是深藏不露，拜托。看完光影就知道我深藏不露了吧？独自住以外，情人节，情人节很好，我喜欢这个答案。独自住很喜欢，我也很开心啊，真的蛮开心。我后来想说，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就是哦，就是小孩子嘛的，嗯。大家不要说我喜欢，大家不要听到我喜欢情人节就讲情人节好不好？还是你们真的是喜欢情人节？为了明天的节目，也是，这个不说有点对不起我了吧？我都说接吻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亲吻啦，是亲吻。哎，谢谢你哥吻手里，谢谢你哥。你们先说的啦，好，那就好。那你们跟我心灵相通，心灵相通。我这是白色情人节有改动作，就是我之前不是用这中间那一 part， 没有是亲吻，没错是亲吻，是我自己都乱讲，我都乱讲。我都会乱讲。嗯，洗衣服吗？欸，大家觉得女朋友怎么样？我也很喜欢女朋友，大家可以说一下女朋友，开玩笑，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但不要说到不太好，不要说不好就好，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说不好。Hello， 洗衣服，我以为我比较后面，我想说比较后面的话，大家会不会看不到？因为我女朋友比较前面，白色情人节比较前面，独自主也比较前面。你们什么前面啊？不知道欸，我也忘记了，我也只记得女朋友欸。女朋友大家都说可以。然后女朋友比较前面了。你看，大家有发现我白色情人节有改动作吗？可是大家其实都已经忘记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也没想到亲吻，我也喜欢。喜欢站在椅子上的吗？可是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记得站位就是你目前的极限，不对吧？应该是先记舞蹈动作，再记站位吧。太酷了吧！先记站位的部分。可是你们知道，其实站在椅子上真的蛮可怕，因为我们鞋子这么高，然后那个椅子就是有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有点，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对，所以可以啊。他就让我讲完椅子的部分。那时候彩排的时候，就是我要站上，就是都要先准备一下。其实原本公演不是学校的椅子吗？学校的课桌椅。旁边还有彩带。等一下，我先讲完。对，就是。对，就是。就要先准备一下，就是可能会，因为我其实怕，因为站到椅子上，其实会怕动作不好看，但是为了表演还是要动作好看一点嘛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一股勇气，马上一口气站上去这样，对，虽然还是会扶啦，但就是我喜欢的男生的椅子好可爱哦，但我们都不是课桌椅，对。学校的更危险吧，可能可以定做吧，可是现在学校也不是木桌椅啦，现在只有小学是木桌椅吧，搞不好连小学都已经不是木桌椅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我今天刘海到底想怎样？那就这样吧，你可以当椅子，先不要了，我怕你们被我们的高跟鞋踩了。哦，去偷坐，那怎么会站嘞？站是真的有点可怕的，椅子不太稳吗？
有一点吧，就是就算，毕竟那个你们有观察，我觉得你们有观察那个脚，就是那个脚它不是这样，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样子，好像是，反正其实跟脚也没什么关系，就是还是会怕怕，不然就是因为穿那个很高跟鞋，对，然后还有被啊，我很像男同学。是乌吼那一双鞋，你们都没有发现是乌吼那一双鞋，我们独自都是乌吼那双鞋，不然你们以为我们是穿平底鞋是不是？那也是蛮酷的，那也是蛮酷的哦。谢谢吉米做的小浪花，谢谢。还有什么？洗衣服，洗衣服。洗衣服好像也没有太怎么样，就是洗衣服就是，哦，洗衣服就是伸懒腰的动作。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地方是伸懒腰的时候，就是我第一次副歌的时候，大家下次看的时候不知道应该看得到吧，我也不确定，这是一个好问题哦。很开心，谢谢大家喜欢白色情人节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大家跟我心心相通。为了明天的结尾，没有再开心，也是啦，也是。近视要戴隐形眼镜，不然你近视然后去看演唱会也太惨了吧，是看心酸的。纯化你每次动作次数也是每次都不看，那个其实没有规定要几下，哎，就是那个动作就是切菜的动作，就是，哎。哇，那你是不是看心酸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不戴眼镜啊？这样子很不开心哎，这样子有点可惜，我觉得。每次次数不一样，其实我也没有去算过，就是做的怎样顺就好，怎样顺怎样好看就好。次数没有规定，也没有会去，也没有注意对。为了明天的结尾，没有不。为了明天的接吻，接吻还是亲吻，我忘记了。但为了明天，好，亲吻，亲吻，好，亲吻。那首也是没有，我要讲什么？你就觉得有点。你有点太过自信了，花花，不太行，所以我都删掉。那你还是要先准备一下，就算是，不是不重要了。我刚刚讲什么不重要，我忘记了，不是不重要，我刚刚讲什么不重要，都很重要，就是重点的部分。哦，你有发现？对吧？今晚就我一样意思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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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吻，亲吻，好，随便了。你有发现？但其实 wink 其实不会，没有固定的时间，就是自然而然的 wink。还有什么？洗衣服刚讲了，毒蜘蛛，都是毒蜘蛛啊。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对。那我来说一下彩带的事情是怎么样的，就是其实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一支麦克风的号码，然后那个号码我们就会拿每一支出场就会先看号码，然后我拿我的号码的麦克风，什么再一次，毒蜘蛛吗？现在吗？事先不要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后面拿彩带嘛，然后。去后面拿的时候，姐姐就说你麦克风开一下，但是我记得我的麦克风是有开的，然后之后就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姐姐就说你麦克风，她就哈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很赶，就是要赶着拿，因为我们要拿彩带先粘在自己手上，然后再拿前面成员的彩带，然后给前面的成员，我那时候只有拿一个，是我给七七，
反正那时候就是这样，然后姐就说你麦克风开起来，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就是因为在表演的时候出问题，就是很容易不知所措，很容易紧张。对，然后嘞，对，然后，对啊，我拿了，我应该是要拿两个彩带，然后我一个给七七，就是我一个要给七七，一个给自己用，但是因为我只有拿到一个，来不及，出场的时候来不及，所以我给七七彩带。不知道哪里，对，然后姐就冲去后面换麦克风，然后就有点来不及出场了，所以就来不及拿彩带了。然后是不是好像是我麦克风的屁股掉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掉，就是好像不是没开，是整个飞出去，然后电池也掉了的样子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啊，不是经费不足，一家没有，一家本来要给我，然后对我没有丢到彩带。就是跟那边跟丢我要接我丢彩带的粉丝们说声不好意思，没有办法，是不是表达对？但是好像也没有飞出，因为其实没有人被撞到，然后地上也没有东西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。嗯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应该是没有飞出去，不是，然后。我想说一家给我，但我想说那一起丢，是不是没有丢，没有丢好？对，因为我没有拿到彩，我把一个彩带给七七了，时间不够，大家有懂吗？大家应该有懂吧？想说七七站比较前面，所以最后要问工作人员的，我没有去关注麦克风的后续。我跟你讲，前面的粉丝不好意思，没有让你们接到彩带，相信你们下次一定会接到彩带。空军彩带。那你上次还是坐很前面啊，所以不就是就不是一直在山顶？你不能这样说，好吧？一家他们想，然后一家就原本，是一家不是，反正就是有题目，然后我们又加了一个晚安铃声的主题，这样，然后又想说会不会太无聊，所以又加了一个瑜伽动作，然后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瑜伽动作嘛，然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。我那个动作了，那个动作就是原本有另外一个动作，但是另外一个动作因为脚抬起来，所以就是我们是穿拼图的裙子，所以比较不方便，所以就换了，然后就换成我做的那个动作，对，女王式，对，那个动作是安安找的，没错哦，那动作安安找，那就是我认定的大魔王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。好像会抽到，我觉得好像会抽到。原本王一佳是想说，他觉得林杰会抽到，但是是不是林杰抽到哭腔啦？是林杰吗？对，林杰抽到哭腔，然后我就抽到那个女王室。唉，该来的还是该来，就是逃不掉。大家贵州海聊聊，大家早点睡。那个
个动作就不太行。还好肉肉肉肉还做他的那个那是什么事陪我，可以再讲一次吗？其实我忘记我讲什么，因为那算是即兴发挥。我那个晚安铃声没什么 re 过，因为一家他们在就很安心，就没有 re 过。哦，战士的事，那你记得很清楚哎。要再展现一次台语吗？大家会想要听我讲台语吗？现在？可是我现在有点懒得讲台语，是没什么关系啦。对，我想一下我讲了什么。你们真的很喜欢鬼州海聊聊哎，很好笑吗？没有没有想到大家反应会这么好，你们知道吗？蛮开心的，蛮开心的。好笑，真的假的？他的反应让我非常的、非常的有成就感。不是啦，这也没有为什么，反正就会这句话。然后那时候选到底要选，到底还有什么可以选，就是完全想不出来。然后我就一直问王一佳，然后王一佳说选很难呢、欸。然后那时候是我跟王一佳跟栗子一起走回家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？然后我就说怎么办，然后丽丽说短发啊，然后他说那你就说选择短发，所以第三个选是选择短发的选，对，第一个选是选拔的选，第二个选是躲避球选手的选，第三个选是选拔的选，
啊不，第三个选是选择短发的选安妮，安妮啦。太开心吗？太开心是好事啊！谢谢开心我们的手礼，谢谢。没有关系。就就是安尼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要讲了，我上次不是说。我刚刚不是说大家会很喜欢，我很喜欢这次有一个惊喜嘛，就有一个不有一个怕，大家不觉得林杰的制服的抵抗的那个真的很好看吗？我整个就是心花怒放哎、欸！大家有看到？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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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太喜欢了啦！太喜欢林杰，大家不觉得林杰那边真的很好看吗？没错，我是林杰，林杰迷妹的部分。谢谢君的许愿瓶，谢谢君。麻油对啊，麻油这次也很厉害，而且麻油这次是飞踢，是飞踢，就是踢的那个。在看麻油，大家为什么不看林杰？我真的觉得林杰那个太好看，而且那是 solo 派，那 solo 派怎么可能？他们两个都没有，他们两个都站在后面，然后只有林杰在跳，然后你们还跟我说你们在看别人，那是 solo 派。林杰 solo 派是。太好看了，他直接滑到地板上哎、欸！我整个就是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你在晃神？那你是谁叫你要？真的是哦，谁叫你要？谁叫你要不戴眼镜？那你们蛮会讲话的，嗯，但我还是要说一下，是不是那边是很像，对吗？唉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那不是突然吗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们真的不觉得林姐哦？我真的是太喜欢林姐那一段 part 了，而且就是林姐那段 part， 然后就是我们的舞蹈老师还想说可以更好看，然后他就有示范，就是天哪，舞蹈老师也跳超好看的，我真的就是 oh my god oh my god。是哦，学习新知识，粉丝的新知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真的要看一下林杰 solo part， 真的是不得了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太喜欢了，真的太喜欢了。好，我要来讲我们的 vlog， 这边清水休息站那边是。那时候我跟你们讲，那时候我在录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因为是休息站嘛，我想说休息站的话还是录一下好了，就是最后一个休息站这样。然后麻油就走到，我还说这个也要录，我想说那就录一下，他说这个也要录。说这就录一下嘛，然后第一次录的时候我就想说，我就拍嘛，就是下一代清源休息站什么，我忘记我那时候讲什么，然后我就说都没有人理我哎、欸，然后我就把那一段卡掉，然后再录一次，
然后栗子在旁边嘛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栗子有在旁边唱一个布里尼，那是那个、欸、星空的错误的歌词，大家有发现吗？反正就是那样，然后林姐还是不知道谁就站在旁边，应该是林姐，就是林姐、啊。然后我就说怎么没有人理我、啊，然后我就重拍一次，然后林姐就清水休息站哎、欸，清水休息站，厕所。我那时候就看到林姐，然后厕所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捧场？好感动。吃东西的最后那一趴上去，对吧？下一集了，对啊，他真的是要去坐飞机。哎呀，重点是你们有发现吗？就是秋萍从后面走过来的时候，他要入境嘛，然后林杰就这样厕所，然后他就靠在我旁边，然后秋萍就把他推开，然后就来这边露口耶耶耶，很闹哎，秋萍超闹的，秋萍有够闹，你们有发现吗？你们等一下可以再去看一次，然后再去留言一次。有去看夜景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时间。那时候因为超唱完已经很晚，然后回台北已经很晚，所以就没有去了。我们的校唱应该是工作，应该是不会有看夜景的部分。我们连吃丹丹都没有了。我们那天真的很想吃丹丹哎、欸，不止家里很想吃，其实我也很想吃丹丹。超组都很喜欢那首歌啊。应该是那天在车上听吧，然后就是他直接把林杰这样，那林杰把林杰播完，然后在那边 local 耶耶耶，真的很闹，秋萍啊，真的很闹，秋萍也不闹了。林杰在厕所的时候，林杰厕所，然后秋萍就把火开了，真的很闹。谢谢华来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华来。对啊，这是超组的歌，自己讲。超组，因为那是去上大热门之后被洗脑。跟大家推荐这个很好喝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我很喜欢，这个、真的很好喝。就是我们不是去那个吗？我跟雅恩、小婷、雨林、果果、Mina 去看那个色狼感。对，我也有拍很多照片，只是我还没发。大家请等我把汉服发完，我就会开始发那些色狼男的照片的。我要发展览照片的。先让我把汉服发完，让我把汉服发完。我汉服还没发，我还要写小板还没发。大家是不是忘记我的写小板的照片？我要写小板照片还没发给大家，我一直在想要什么时候发，我也没有忘记啦，我没有忘记。真的假的？觉得我那天穿得很好看吗？谢谢你。我本来想说不太好看，我那天有点不知所措，选衣服的时候。大家赶快去指定汉服，真的要指定一些啊。大家
他讲话的口气可以注意一下。他喜欢有啊，就是猜拳大会的时候，好久啊！天哪！哦，对啊，露比的照片我还没发完呢。我就是拖延仔，我是底类仔，我不是拖延仔。我只是为了照片的质量。谢谢君的与你共舞，谢谢君，谢谢。对啊，我应该这几天会发汉服啦，我会先发汉服。血小板什么时候？对吧？我也觉得血小板应该什么时候都不嫌晚。谢谢君，谢谢。你们还不是拖延没资格讲我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是那个露比，不是。还有露比五卡的照片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但大家记得要去留言好吗？大家记得去留言。这是终于要握瑞婷了，终于大家握手会，赶快握起来好吗？哎，我上次是说一部完售还是两部完售，我就会穿。血小板的衣服如果不会太冷的话，还是其实如果太冷我也会穿的，这是一个好问题，不知道。反正，应该会穿吧。但如果真的冷到不行的话，我就不会穿了。就是冷到像上礼拜那种，就不行。但如果还行，就这几天这种天气的话就可以。今天、昨天这种就可以。蛮强的吗？谢谢。露比那套很美吗？会多发，会多发。我这边还有很多照片没有发，很多照片没有发。放假可以，没错，放假可以慢慢补。对呀，还有合照会，大家也要去填一下合照会哦。那就是，反正我现在就是，如果完售的话，就穿血小板，再穿一次血小板给大家看，然后。合照会我会是不同服装，合照会要看是在哪一天。对，应该吧。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。之后有变动会再跟大家说。合照会我怎么推荐方法？还有点久，还有点久，大家可以先慢慢复习，好不好？大家先慢慢来。谢谢自我一个真情告白，谢谢。我要讲什么？对，就是如果两部完售的话，还是一部完售。两部完售的话，我就会有一部穿血小板的衣服。既然大家都说三月不会冷的话，那我就穿，好不好？但如果三月会冷的话，我还是不会穿的。是哪部？千万这边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如果你们想要这样子的话。随身电风扇有实用，感谢，没想到你有用到了，我就说很实用吧，君。这样有没有温暖的感觉？应该是凉爽的感觉，凉爽的感觉呀。我觉得血小板就够了吧，大家我不要，血小板就可以了，我觉得差不多就差不多了，不然有点太多了，我不行，太夸张了。
主频道可能会有点困难哦，而且我就说是写小板了，不要跟我讨价还价。好吗？还是大家不想看血小板也是有问题？嗯，反正两部完之后应该就是血小，毕竟三月了嘛。大家说三月不会冷，那就穿一件。展览面面有帮我拍，展览真的蛮好拍的，毕竟它是展览嘛，不好拍还办什么展览？它真的蛮好拍的。然后有一个云朵区我很喜欢，但那边面面有帮我拍一张，拍了很多张，也很多张，然后其中一张我很喜欢，之后会发吧。会啦，之后会发，毕竟我很喜欢嘛。反正我那天就是第二天戴隐形眼镜，
不是第二天、啊，第二次戴隐形眼镜。我第一次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是在，完蛋了，我又忘记那是哪里了。Oh my, oh my， 反正就是在最后一次校唱的时候，最后一次校唱的时候是在最后一次校唱的时候戴隐形眼镜，因为一些原因，不然我平常是不戴隐形眼镜。反正就这样，然后我那时候去看展览是第二次戴隐形眼镜，然后因为第一次戴隐形眼镜的时候，就是其实我戴，因为我是戴硬式嘛，我之前是戴硬式，然后我第一次戴白天的是软式的隐形眼镜，然后就戴其实不是什么难的问题，就是戴进去我觉得还好。正大，谢谢你。正大，正大，对对对，正大那一次，可是那一次我没有戴很久，因为那次我为了要看馆，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戴硬式的嘛，所以我其实戴进去没什么难度。可是硬式的隐形眼镜用拔的是用那个吸，一个吸小吸盘，然后戳到眼睛里面，然后再拔起来。我为什么会戴眼镜？我戴眼镜不好看，我不会戴眼镜。我不会戴眼镜，是不是要没电了？没有，反正就这样，然后。然后，因为软式隐形眼镜不是就是要这样，然后把它捏出来嘛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戴硬式隐形眼镜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害怕，因为我第一次戴，然后可是很怕我拔不出来。但是就是之后有好好的拔起来了，而且是蛮顺利的。第一次戴的时候，但第二次戴的时候我就有点恐怖哦，就是硬式拉眼皮，硬式拉眼皮会很痛吧？硬式拉眼皮会很痛吧？硬式会刮到吧？那块一定要抠的，不会很痛吗？我真的是第一次体验到，真的有够难的，我直接难到哭出来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讲到，先让我讲完。就是那天我是戴隐形眼镜，然后第二次我是看展览那一天，然后因为那一天我戴的时间比较久，我从早上就开始戴。因为原本正大那一天我是没有从早上开始，我是从下午才开始戴，就为了戴看，为了表演所以戴隐形眼镜。对，然后就是展览那一天我是从早上就开始戴，然后。因为戴就是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很习惯戴隐形眼镜，所以我已经戳进去了。就是软式就是直径比较大，所以就包覆整个眼球。抠很久的话都干掉了，那你怎么还拔得出来？太厉害了吧，这！然后反正就这样，然后那一天我要讲到重头戏，等一下，就是。我就因为我又忘记要到底要怎么戴，到底要怎么拔，然后就上网查，然后就很多方法有，就把手指撑开，然后这样子的，然后或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的，或是这样子，然后看不到哪边，然后就会自己跑出来那种。然后我的右眼，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拔五分钟拔不出来，然后就开始上网查，然后上网查之后，我的右眼就是用把眼皮上眼皮跟下眼皮撑开，然后往平行往右边拉，往外面拉，然后。眨眼，然后隐形就掉出来，所以我的右眼是很顺利的。我的右眼是很顺利的，然后想说，那我的左眼应该也可以很顺利吧？殊不知我左眼戴到，我左眼拔到四十几分钟拔不出来，我整个就是超紧张，我真的紧张到哭惨。然后我妈比我还紧张，她还说你要不要去，就是附近大医院，我就你要不要再拔不出来？她很生气，我觉得她紧张到很生气，她就紧张很生气，然后就说你再拔不出来，我就要把你送去附近大医院拔。我想说哪有人是因为送就是隐形眼镜拔不出来，然后送急诊的啦，超尴尬。然后我说不用啦，这样到底谁会隐形眼镜拔不出来，然后就附近大医院急诊说哦，我隐形眼镜拔不出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因为被送急诊过，可是是真的，我可以理解送急诊就是的心情，因为会很紧张，就是我拔不出来怎么办？他会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怎么办？但我真的觉得
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不要那样，所以我就一直尝试，然后我尝到后来我真的受不了，我整个就是因为我把 YouTube 的影片都看完了，就是怎么拔一千斤我都看完了，然后我还是拔不起来，我整个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超生气，然后我就生气到有点哭，就是有点紧焦虑了，我已经焦虑了。对啊，就很紧张啊，然后就很焦虑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柏林，因为我就想说有谁会戴隐形眼镜，你谁现在会接电话，然后我就打给柏林，然后柏林就接了，超好笑。然后我又跟柏林，我就说怎么办，我隐形眼镜拔不出来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哭着跟他讲嘛，因为我那时候焦虑到哭出来。然后我就怎么办，我隐形眼镜拔不出来。然后他说笑死，你眼睛已经拔不出来，然后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帮你拔是什么意思？我说不是，我只是想要问你怎么拔，然后听一下别人讲话声音，因为我焦虑的时候会习惯听别人讲话声音，比较不紧张。警察说没有隐形眼镜的时候更尴尬，你是说就是把隐形眼镜拔不出来，然后去急诊，然后医生说已经没有隐形眼镜了吗？天啊，那很痛哎、欸！就是你在没有隐形眼镜的时候，一直戳自己，狂戳猛戳，会痛死，真的痛死。我以前就是有戴过隐形，然后它就是掉出来，但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就一直戳，就直接痛死，我真的痛死。但我那时候戴的是硬式隐形眼镜，大家不要吓到啊！其实隐形眼镜还是很平易近人的，虽然我现在讲就没什么说服力，但是是真的啦，对。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柏林，然后他说笑死你，眼睛今天拔不出来是怎样？然后我就说我就拔不出来，我那时候真的哭了，然后我就哭说我就拔不出来怎么办？然后那很痛哎、欸，然后我拔不出来怎么办呢？然后。对，我拿吸棒戳自己眼睛，超痛，超级痛那种，真的是痛到差点昏过去。爬下来都有感蛮稳的。哦，对了，那是因为，对，那是因为有感。可是如果度数很浅，也没办法，就是度数如果没有那种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这样算是一个好处吧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整个就是拔不出来，很紧张，然后你还说我很可爱。结果是我拔出来的，我就边跟他聊天啊，干掉之后影片就会自己掉出来，真的。啊，我在那边狂点眼药水，我点了两罐人工泪，是这种小小细小小的。然后他就说你好可爱，好想过去帮你拔一件，因为我想说什么可爱。然后他说但是太远了，他那时候好像在外面吧，蛮远。我也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想要让柏林来帮我拔隐形眼镜的意思，因为真的很远，我知道很远，我只是想要问他怎么拔，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安抚我这样，因为我妈实在是太紧张了，我怕我妈就是没有办法安抚我。等一下，柏林是用就是姐姐的口气啦，大家不要想象柏林是什么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柏林是用爱护我的姐姐的口气，柏林是我的姐姐。对啊，就是很焦虑，然后整个拿不出来，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怎么拿出来的？然后他说你就把眼睛睁开，然后捏起来就可以。我说我就是捏不起来啊。然后他又说你习惯就好了，习惯就多戴就会了。然后他说就是他现在眼睛直接戳到眼球，他的眼球也不会有反应，他的眼皮也不会眨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很习惯了。我说我没有办法，他说你眼球不要动，我说又怎么知道自己眼球没有动，他说你就看着镜子啊，你就看着镜子，你看到镜子的自己就是没有动这样。然后我就边跟他聊天，而且重点是我妈，我跟他聊天聊到一半，然后我妈就冲进来说，就是他我刚讲的我妈那一段，就是在我跟柏林聊天的时候，他就冲进来这样讲，然后柏林想说到底是戴隐形眼镜戴到送急诊是怎样，然后他就笑我。反正就这样，然后之后
我平常不是戴一般，我是戴硬式隐形眼镜，硬式的，晚上戴的硬式的。然后，你好有，你知道谁老大？哇，那你好有趣哦。然后我真的拔不出来，而且哦对对，你看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惊恐的事情，就大家绝对不要用，因为我没有戴过软色隐形眼镜。谢谢小薰的文手礼，谢谢。因为我没有戴过软色隐形眼镜，所以我以为软色隐形眼镜可以用吸棒吸起来，但是不行，大家绝对不要这样，大家绝对不要这样，大家绝对不要这样。我那时候我是说超紧张的，还有一个更加深我紧张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想说，那我会不会用吸棒吸就吸起来？没有，不可能。大家就是软式隐形绝对不可能用吸棒吸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先用吸棒吸起来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，然后想说用吸棒，然后弄起来之后就是真的不行，它会粘在你的眼球上，真的吸棒吸起来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，真的不要，绝对不要死。然后。我就看，因为我是查怎么拔隐形眼镜，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，就是那个新闻就写说有一个女性，然后用吸棒，然后拔软式隐形眼镜，然后整个角膜拔起来，我那时候觉得我真的吓死，我真的吓死哎、欸！就是大家绝对不要这样子，我那时候吓死，说怎么办？还好我的角膜没有被拔下来。谢谢宣导，我是认真的宣导。等一下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，但我是认真的，就是绝对不要这样。所以我就是，我反正就是，我那时候就看到，他说，哇，我刚已经这样尝试过了，好可怕哦。对，所以大家绝对不要这样哦，大家绝对不要尝试。我真的是跟大家宣导，大家绝对不要用吸棒吸软式的隐形眼镜。好不好？大家绝对不要。可是其实我觉得隐形眼镜是真的有好处。嗯，好，大家绝对不要尝试哦。那时候加深我一个紧张原因就是因为这个。那时候真的是吓到。好处是比较好看啊，然后很比较方便，对，真的比较方便，就是你的脸上不会有东西，脸上不会有东西很方便的，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那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那也是你的选择啊。也是哦，因为吸棒人太少，也是。没有，是戴全透明，因为我的眼球本来就蛮好看的。嗯，一般连抛、气泡、月抛、日抛都是软式的眼镜，硬式的就是硬的，硬式的一般来说不会有颜色。对啊。我眼球真的很好看，我眼球是咖啡色的。我最喜欢我的脸上的地方应该就是瞳孔了吧，仅限于瞳孔哦，咖啡色瞳孔。我瞳孔是咖啡色的，所以真的是咖啡色，就是很明显是咖啡色，不是那种。懂吗？红魔是不是？新知识，我最喜欢我的红魔了，听起来超怪的。最喜欢红魔了，真的，好像有这样说，卧蚕好看。哦，品涵有称赞我的卧蚕，带我去看 vlog 吗？要去看 vlog 吗？大家知道品涵那个练卧蚕是真的可以吗？
是麻油教我们的，麻油说卧蚕如果要更明显的话，就可以练那个卧蚕就会很明显。卧蚕好像是肌肉的样子，他说的啦，应该是吧，就是眼下的肌肉。有可能是假的吧，假的好看是什么概念？没错，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脸上还有什么地方比我的虹膜更好看。讲虹膜真的是有个怪，史上最怪。那你这样搞不好会被眼袋很深的很讨厌。都好看，标准答案。没有，一般来说镜头好看的话，本人会更好看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是不知道，是真的很神吗？鼻梁哦，太酷了吧！这打野太酷了吧！本人最好看。说都好看的话，哇，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耶，要看你怎么说吧。就是如果你只打一个都好看，就是不行啊。谢杜的告白气球，谢杜。就如果你只是打一个都好看就不行啊，但你如果打得很有诚意的话，就是。就不会就是我不知道点到什么了，我的画面在跑圈圈呢，不要再跑圈圈了，我要发疯了。你只想打都好看的话，那就是不行。我觉得，看人吧，看人，还是看人。还是看人吧。如果你打很长，就都好看，都好看，都好看的话，也不是这么说，也不是这么说，加很多惊叹号呢，可以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如果你是认真加很多惊叹号就可以啊。如果你是认真的话就可以啊，谁知道你是认真或不认真？如果你说头发的发尾很好看才奇怪吧，头发的发尾很好看，那是蛮奇怪的、欸、所以你觉得我头发发尾很好看吗？
什么意思？牙齿，牙齿很好看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的左眼很好看，为什么不是右眼？因为其实左眼跟右眼长得不一样。大家知道，其实人的左眼跟右眼长得不一样，但我觉得我特别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左眼好看。但现在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不知道。好问题哦，好问题。很好啊，这样很认真，我可以认真。好，那我永远都当认真。这也是标准答案，充满自信也是标准答案。那我希望它可以再白一点。我希望它可以再白一点。我跟大家打招呼哦，我也不能讲话。可以啊，因为我现在在吃。刚刚 Poki 吗？没有。不是。那个介绍会干嘛？熊熊也有看过。啊？哪集啊？好像没有。啊！不要，我懒得拿娃娃。跟他一样高。并没有好吗？他要 break 的话，要打到我头啊！对啊，屏幕太小了。对啊。他叫做奥伦法布雷法奥伦法布雷泰迪，没有一样高，不要听他乱讲。他叫做奥伦法布雷泰迪，对吧？对啊。然后。然后嘞，然后简单的名字叫奶迪。谢谢开心的蛋糕，谢谢。对啊，我哥从小玩娃娃玩的，所以他控制娃娃的能力，这算是技能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是可以去讲故事那一种。他们会用娃娃讲故事，是兴趣吗？是习惯吧。从小就这样讲家人，应该说是习惯。你那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比较叛逆。好。我要跳 breaking， 可以让我要跳芭蕾。你太难了，他只会让奶迪跳 breaking。小时候会操控熊跟 Randy 玩，不会，他小时候都不理我。我小时候他都不理我，因为哥哥长大了，所以他才理我。不然哥哥青春期的时候都不会理我。他玩电脑之类的，打电动，但现在挺浪费人生的。太大，是早服，那有点太大只了。它大概比巧克力再小只一点点而已。
菜的，会操控娃娃煮饭吗？那娃娃会先有味道哦。娃娃闻起来很好吃。过来人家啊，这有妹妹是不是？啊，这有妹妹。你们都怎么念啊？妈妈、妈妈之类的，我都念妈妈或是爸爸。哥哥跟姐姐，哥哥或是姐姐，你们会怎么念？哥哥，哈？哦，她还是你妹妹啊，就算嫁过去了也是，家人都还是家人。老妈哦，那也蛮酷的，娘亲太酷了吧？你不是想叫阿木吗？那是你们叫，我都叫妈妈。妈，你赶快出去啊！太酷了吧！拜拜。好亮，你们要瞎了，我每次直播完眼睛都快瞎了，因为太亮了。那也是不错啊，其实我很想要叫我哥跟我姐全名，但不行，我觉得叫全名很亲切。弟妹都叫哦，不觉得叫全名很亲切。叫全名很亲切。你们知道饮料翘小子拿是因为太懒吗？就是好像有一个研是研究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如果饮料是。翘小子呢是因为太懒，因为不想动到肌肉还是什么的。对，比较省力，好像没有力道。你们知道饮料翘可以注意一下，为什么会断掉？叫都叫你全，但你不敢叫。哎，很好久不见，酷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那你没有跟你弟说不要叫我全名吗？我说不要叫我全名啊，还是你是不在意？打得太激烈了吧？你们是什么深仇大恨吗？是因为懒，所以敲拇指才会敲起来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。叫全名感觉很派，不会啊，叫全名很亲切。凶啊正之类的，不觉得很亲切吗？很亲切啊。我想看动漫了，但最近没有时间看动特效，算了，是哦，是啦，
要看人叫吗？是没错，可以慢慢走，但就好想看，好想看哦。看动漫就。那你很会掰，我最近就是在回忆，也不是在回忆，就是有时候想事情，想事情嘛，就是会发呆想事情，然后就会想到以前的事情。我也没有时间可以看，最近也没有时间可以看，所以才很想看。然后就想到小学有一个同学，和你很累的，你不太在意，你弟不管，比他大都叫名字，所以他叫你妈妈也会叫名字吗？他很勇哎，如果叫妈妈也叫名字。我有一个换老师吗？朋友兼老师，就是他跟他妈妈就是有取绰号，然后。就是他叫他妈妈会是绰号，叫绰号。大家如果讲话温柔的话，我很开心。我讲到哪里？哦，我说我在想事情，然后我就想到小学的有一个同学，然后。大家知道小学跟国中其实应该是会读差不多，就是同学其实都差不多，因为都是同一个地区嘛。那你们都很在意耶，你们都很在意叫名叫称呼这件事情，但是也没有不好啊。我讲哪里啊？然后。就是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算发呆嘛，就是不知道，对，算发呆吧。然后就在想事情，然后就想到小学的一个同学，然后国中跟小学的同学是差不多嘛，但是那个小学的同学就是小学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然后，但我也没有怀念，我就只是突然想到，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，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梦境里面的人，就是好像不存，没有存在过，但是其实他是存在的人，就是我知道他是存在，但是他，我想起来的时候，他给我的感觉是梦境里出现一瞬间的人。我觉得很微妙吧，就这种感觉很微妙，没有好没有坏，就觉得很酷这样。这有点悬，对吧？就是就觉得现在想起来也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啊，脑子荡掉了，好奇妙，对吧？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你们现在想一个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就是会有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有一种这种感觉。小学很喜欢去别人家玩，都在附近。路过别人家的时候，总会想起。哦，对对对，就差不多类似这种感觉，是这种感觉吗？就是我，嗨，同学，不是梦境成的啊，赞。谢谢华华的小熊抱抱，谢谢抱抱。我今天一直跟花枝讨抱抱哎，然后花枝都不给我，他也没有不给我，他就说你去找别人了。我是一个会跟朋友讨抱抱的，恍如隔世感。对对，可以这么说。
一个会跟朋友扛包包，像是我会跟蔡安、跟柏林、王一佳、蔡姐之类的。你都梦见我吗？不会啊，你来握手会跟合照会就不会是梦里的人咯。你想结婚也会有一样的感觉，就是那个人特别强烈，但是我跟那个人有一些事情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会有一些小故事啊，人跟人相处都有一些小故事，就是他这种感觉会特别强烈。几年后，对啊，搞不好以前的事情像是制作，对，就是它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，但是你会觉得它好像是梦中发生过的这种感觉，懂吗？所以去握手会美梦成真吗？会吧，看到我就美梦成真了，大家。工商之鬼就是我。林杰呢？什么意思？我跟你们说一个小故事，我一直想到，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刚甄选的时候，不是啦，就是刚甄选的时候，我去有一个官渡路跑的活动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林杰啊什么的，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们嘛。然后林姐，我真的记得很清楚，这是真的事情，这是真的，真的有这件事情。然后那时候第一次见到台演嘛，然后林姐就说，没有，那时候最喜欢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没有最喜欢的人，就是知道他们，觉得都蛮喜欢的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就在一个休息室里面。算休息什么，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。然后林杰就看着我说：“天哪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”这样，就是他就是疯狂称赞我那种。然后我就觉得受宠若惊，我真的记得很清楚，我还记得林杰的，我站在林杰后面，林杰的长发甩到我的脸，我真的记得。然后现在想起来，就是林杰就跟我像朋友吧，就组员这样，就觉得哦，好酷，真的，为什么？然后那时候有一次去看林杰，然后林杰还很激动，就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胸外伤很痛，很痛哎、欸，林杰长发很痛哎、欸，真的很痛哎、欸。那时候就觉得哇，会是很脆配，真的、哦，谢谢林姐。是缘分，命运的红线，就很印象深刻，而且现在就会有一种会感伤嘛，也不是感伤，会怀念。怀念到有点感伤吧，我现在没有头发可以甩人呢、欸，啊哦，哦真的、哦，有好有坏吧，有好有坏。就是现在想到以前的事情，就是虽然我也没有多大啦，但就是会有一种怀念到感伤啊，像是刚甄选啊，刚甄选后的练习之类的，就觉得哇，知道吗？然后就是听到以前跳过的歌，很久没跳，然后就觉得啊、哦，天哪，好好怀念哦。像之前运动会的时候不是热舞休息吗？ Sakura 组跳热舞休息，然后我很久没跳，那时候当时练习的时候就看他们跳，觉得啊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以前很丑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以前很丑、欸，
对啊，时间过得真的好快，说快不快，说慢又不慢。就觉得，哦，天哪，感伤啊！不要再玩天水吧，我上次已经唱过天水吧。我上次已经唱过天水吧，以前很可爱吗？不行，我真的觉得我以前超丑。长大都会觉得以前很丑吧？会吧？应该只会觉得婴儿时候的自己好看，对吧？哦，对啊，向前走，哇，那也是好有怀念的东西哦。天哪，真的假的？你连同学的英文都不会比，真的是哦！天哪啊，这天哪 ，student， 真的假的？我以前这么羞耻的吗？那现在是不太可能了啦。哇，那你也跟我很久了耶，喜欢我很久。好感动，蛮感动，蛮感动的。对啊，我在这团里也蛮久，突然意识到有没有，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原本就知道，但是就会有一瞬间突然，啊，真的真的哎，这种感觉，很羞耻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那时候是绑甄选的段子。哇，你还记得哦，好感动。那时候的衣服还是找那个算性感同学吧，也不算性感同学吧，也是找他借的。那时候上衣是找他借的。先不要了，先不要。天哪，真的是黑历史，大家请不要去看黑历史，认真的说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了，然后不要跟我讲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不要跟我说你们去看黑历史就好。你是错 classmates 啊，哦，今天才发生的事情，天哪，这 classmates， 但基本上听到那个也都会是 student 吧，对啊，黑历史。也没有很性感啦，其实就是偶尔会穿的比较，因为他就是我知道的身材蛮好的，他身材蛮好的。对啊，这是学霸吗？真的假的？哦，你是因为一家认识我的，谢谢谢谢各位成员。因为那个比较可爱一点吧，就是比较休闲一点，想说正式活动比较穿的那么休闲。回忆的漩涡出不来。拉斯梅斯，你现在听我念一次你就会记起来了， CLASSMAPE。 因为可怕粘唇，真的假的？酷，现在是因为那个谢谢林杰星，谢谢林杰星，哦，真的哦，谢谢杰星的粘土人哦，以前我认识一家的，最近都在同一个团体嘛。新的粘土的，真是意外了，真是意外，失策失策，五分钟我就买票走了，太厉害了吧我，不会不会，相信你们之后一定还会有喜欢的东西的。每个阶段都会有
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动力。就算没有，你也会去找吧，我觉得就是本性去找。你要去带你弟了，你弟也太幸福了吧，阿正。你又为了你弟弟抛弃我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拜拜拜拜，下次见，握手会见，合照会见哦，大家握手会跟合照会见哦。没有，应该是我的问题，我魅力太强大了。自己讲自己讲，好，我先帮大家说大家说的话，自己讲自己讲。真的、哦，对啊，哪次没买？说好了，还有汉服穿写真哦，大家不要忘记汉服穿写真。跟大家说，汉服穿写真我真的长得超好看的，祝主讲。跟大家说，布丁也长得超好看。我手机还有一张布丁的自拍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让我发，但是蛮好看。就是他在帮我拍照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在那边耶，然后我想说，哦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业配，而且这次业配有很多很多照片，所以大概会发三篇吧，没有意外的话。大家记得要买汉服神仙针，真的是仙女，哈哈。Jutin 的由来其实没有由来耶，这就是我的英文拼音耶，我的英文拼音就是 JUITNG， 没有什么由来。我的英文拼音很无聊，我的英文很无聊。你像你喜欢 ，OK， OK。大头，什么大头？我原本其实也想要取一些就是有创意的名字，但是真的想不到，那就取最原本最朴素的名字。你也太快了吧！太感动了吧，企鹅，太感动了。仙女跟天使的差别没有差别，都是瑞婷。大头照吐舌头那一张，你是说万圣节的穿鞋吗？这英文名就是我的中文直翻英文的拼音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的英文名字不是 Jutin， 但是也没什么关系。对，这是直翻哦、oh, ，OK， 因为它有点久了，它大概一个月，一个月就是我的极限，没错，一个月就是我极限了。说到万圣节。谢谢告白气球，谢谢。说到万圣节，我真的觉得万圣节拍的那一组腮红的照片很好看，大家真的是那一组照片，我真的是直接满意到拿来用 LINE， 但我已经换掉了，因为有更好看的照片出现了。但那组照片真的是非常好看，大家真的很好看哎、欸。大家请不吝啬的给予称赞。没买到万圣节，我说的万圣节是那个 IG 上面的照片。当然，万圣节穿鞋真也是很好看。我是说万圣节的那个，你没有？就是我在 IG 上发的那个腮红。哦，我有跟大家公布答案嘛？那个答案是腮红。大家可以去留言，不要在这里留，在这里留其实看不太到啦，就是之后就看不到了。对，
我还是长发绑马尾那种，爱迪达外套，这样有详细点吗？万圣节快乐那首。哇，喜乐库玛，你真的是蛮敷衍的哦，那你是蛮敷衍的。我不是用万圣节三鞋，我是说万圣节的我朋友帮我拍的照片。大家很喜欢这张大头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要指定多一点，之后才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我不是说万圣节的生写放头贴，我是说我万圣节拍的照片放头贴。大家有理解吗？对啦，对，万圣节那天穿运动服的那个，那是运动服吗？我也不确定是运动，算是吧。对，就是那一篇。我很满意那几张照片，大家可以不吝啬的给予称赞，谢谢。哦，真的？不能？为什么？好吧，不行啊，就是要指定我啊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指定我很多张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我说的是对的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反正大家记得要去买汉服，我真的觉得汉服真的是很值得买。但是对，欸，我想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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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的汉服真的算是很值得买。然后后面其实也还有蛮多大家应该会蛮喜欢的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汉服。哦，还有一个月我也蛮喜欢的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月，但是那一个月我也蛮喜欢的。啊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知道了，对啊，你说二月，我不知道二月是什么，欸，其实我不知道后面几个月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后面几个月就是有什么，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月是什么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二月是什么，大家，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有一个月的会比较强，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还好，我觉得另外一个月的比较好。啊，什么，欸，还有更厉害的吗？有我。更厉害吗？嗯，风格不太一样，但是我比较喜欢。还没，还有16分钟，还有15分钟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另外一个月，好不好？失格。这个月对钱包太狠。哎，不要啦不要啦，是真的蛮狠的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有更厉害的，有两，因为我们是拍后面，我知道后面的三个是什么。谢谢 Rain 的香槟，谢谢 Rain， 谢谢。我知道后面有三个主题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月是哪个月，但是有两个主题，我觉得。有一个主题我比较喜欢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你们会很喜欢，这样。这个呢，你们就要自己猜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向不透露的。听起来一组风格，对，一组很厉害，很厉害的部分是我觉得你们会喜欢，然后。一组风格是我会喜欢，但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会喜欢，那我不知道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。太害羞了吧，谢谢，这种事情太害羞了吧，我很开心听到这种话，很开心。好， OK， 我会再说的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汉服是我们拍这四套下来的第二名或是第一名。谢谢开心的追风房车，太可爱了吧，这个特效好可爱，谢谢。第我的第，这好难讲，应该是并列第一名，这样并列第一名。然后另外两个就是没有名。另外两个没有那么没有名，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喜欢，那就是
对。汉服真的很可以，我真的觉得汉服很可以，大家，我真的觉得汉服很可以。而且那时候我原本是选金色的嘛，那布丁是真的很适合汉服。就突然讲一下，因为布丁跟我一起等拍摄这样，然后他帮我拍照，我帮他拍照，然后他真的很适合汉服，就是怎么讲啊，就是我也没有不适合，但是他是就特别适合，你们懂吗？特别适合，布丁是特别适合，但是我也蛮适合。真的，大家去看照片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看。真的很好看，大家真的要买多一点，多一点瑞典。那当时我拍的哦，大家，那当时我拍的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汉服可以去买一些。但我真的推这个，我真的推这个，真的很好喝。对，布丁就是很像古代人。他说他是古代人了，男爵折中选瑞婷就对了，选瑞婷就对了，逸仙郡选瑞婷就对了，鲁山郡还有什么郡？哥哥还有什么郡？好郡、肠道、益生菌，不对，都是益生菌啊。还有什么郡呢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比较难。坏的是什么？沙门氏菌。沙门氏菌，选我就对了。好，大家就是记得要去买汉服射血针、握手会跟合照会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还没把照片弄好，我光分类照片要发怎样，我都快疯掉了，因为照片真的有点太多，但是又很想要让全部都给大家看，因为全部都还不错，只发几张有点太可惜了。大家记得看完要留言哦。期待一下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要换头贴了，因为去看那个展览之后，蜜月帮我拍了一张照片，我真的太喜欢了。你是每一台都不同郡吗？那你来我这一台是什么？沙门氏郡？你这要叫沙门氏郡哦？没有比较好的吗，哥哥？放假，没错，大家真的是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顺便期待水族。好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思考一下。手机桌布要那个照片的版面刚刚好，你们懂吗？我那个手机桌布想不整，我的手机桌布很讲究哎，所以我需要高清的手机桌布。所以呢，我到现在出过一个手机桌布，也就只有万圣节圣贤的手机桌布。哦，那是先不用哦，陈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对啊，霉菌不错，而且它要长一点的，比较有感觉。像好菌什么的，就是什么东西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展览照片真的很好看，而且那时候是用原相机拍，大家知道吗？用原相机，然后还拍出一张超好看的照片，真的是感叹雅恩姐。赞叹，我刚刚要感叹他，赞叹他，然后我今天把他合起来了，感叹雅安姐，赞叹雅安姐，大肠感觉，酵母菌，哎，酵母菌好哎，酵母菌，你以后来我这里就叫酵母菌了，酵母菌，有哎，我刚刚有一个粉丝才留大肠杆菌，那就小肠杆菌，酷哦。沙门氏菌，他改成沙门氏菌了，这样也还不错啦。
我们刚刚帮你想到一个酵母菌，但是嗓门氏菌也蛮可爱的，不错。对啊，嗓门氏菌听起来北拜，哥哥认证北拜哦，那就叫嗓门氏菌吗？会够电，我那时候64%吧，然后拍到大概剩5%，然后我做节目想说，剩5%，剩3%，我可以回家吗？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行动电源的按键有点坏掉，然后我就要用别的东西戳，就用手指是戳不到，就是要得用比较尖尖的东西戳这样。然后剩1%的时候，在那边很紧张，然后再戳进去。所以我还是有充电，我本来想说可以不用充电。哎，你们会就是电量不足，然后就很焦虑吗？我不会，我都到1%、2%、3%的时候，我才会去充。哎，是真的很好拍，我大概拍了。因为我手机快没电嘛，然后雅恩姐就用她的手机帮我拍，她手机真的是不错，她手机很棒。然后她的手机光传给我，她就已经传了100多张，然后我自己手机里面也差不多有50，快要50多，5、6、7、10、8、5、6、7、80这样。反正就是真的很多照片啦，然后还要选照片，然后还要调色，然后还之类的想文案什么的，所以大家是耐心等待一下我的照片。50以下就会充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到1、2、3、4、5%，我才充。我到个位数的时候我才充，欸，而且我都会就是不知道它已经到个位数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焦虑，但10%以下就要充。对，我是10%以下就会充，但是我都会不知道它已经10%，因为10%会跳出一个通知嘛，然后就会关掉，然后它5%的时候就不会跳了，然后我在看的时候，因为。大概1%、2%的时候，差点打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就大概1%、2%的时候，这手机就会顿顿的，然后我就这样1%，然后我就很紧张去找充电器。每天睡前都要充到，我也是。好笑，好好笑哦！有一个80多，对，这我也不行哎，80多，然后说自己快没电，到底是在哈喽？就40几%说自己快没电，我都会觉得有点，然后80几%说自己快没电，真的不行哎，好好笑。低于20通知，哦，可是好像充太满也不行啊，充太满。哦，对，然后大家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看公演的时候不要看手机比较好哟，就是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大急事这样。大家看公演的时候还是专心看表演比较好，就是对表演的人啊，然后对自己的权益。没电都是看你们直播才用到没电，我也是跟你们直播才会用到没电，我每次直播都要充着电波，知道啊？哦，对了，说到地震还有这可以讲，那时候你们哦，就是我们 MC 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晃吗？我们就是因为知道有地震才很晃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那时候在后台，然后就警报响，什么东西？就是地震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们这，而且我们是上台前的 array 好的，上台前说要晃哦，晃出去哦，这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注意到吗？我们的小巧思，对啊，就是那时候在后台，然后大家手机也都有警报声，但我们在后台是没感觉。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穿高跟鞋？那应该是穿高跟鞋才会更有感觉。这小巧思很可爱嘛，晃着出去，然后就是前面那一组 MC 还不知道我们在干嘛，他们还一脸就是惊恐，然后跟我们击掌。没收到过定的工资，为什么？
可是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有一个香还是什么的，自己在摇，自己在摇是什么概念？如果有的话很细节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有一个什么香的那个通知吗？然后我之前好像是隔了几隔了一段时间才收到，好像我也有收，没有收过地震警报。正常啦，正常。从第五名开始念，第五名是杜无谢杜无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华怀，谢华怀，谢华怀。第三名是 Rain， 谢谢 Rain， 谢 Rain。第二名是开心，谢开心，谢开心，开心。久违上榜还是第一次上榜，我也不知道。第一名是君，谢君，耶、yeah ！谢谢君，谢君，谢谢，谢谢今天送礼物的各位，谢谢今天看直播的各位，谢谢。对地震很敏感，好厉害哦！我对地震超不敏感的，也没有到超不敏感吧，就是蛮不敏感的。就是我可以先分享完这个地震小故事。谢谢谢谢傻麻睡觉的 love， 大家记得要去看 vlog， 然后留言，然后之后的汉服业配文跟展览业配文也去留言，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按开铃铛，八八八。我还没讲完地震，就是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就是有点快睡着，刚睡然后快睡着这样，然后就地震晃很大，我想说是我做梦吗？我做梦梦到床在摇，这样，殊不知就是在地震啦。但我就是睡得很熟，就想说哦，应该是我做梦床在摇吧，然后就继续睡。大家不要学我，大家学我搞不好会没命。大家有安全的，不知道警铃，不错，耶、yeah ，好啦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记得还有汉服、生写真、握手会跟合照会，大家记得要去买哦。然后合照会两部满的话呢，就会先卖完的那一部就会穿血小板。谢谢大家，大家记得要去买哦。公演真的很开心哦，对我公演也很开心，久违的表演我也很开心。哦对，然后我还没讲完，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还要讲，等一下。大家一直要跟我说拜拜，我还没有跟他说拜拜。就是我，我刚刚有讲吗？没关系，我再讲一次。就是我搭车的时候，等你要去付钱了，行动派。我要讲什么？就是那时候公演完，然后上去我们回公司的车的时候，然后一家坐在外面嘛，然后一家就说：“你的扇子变多嘞！”我就觉得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希望下次的公演可以听到喊我的声音，再等到下次的公演吧。现在主要就是握手会、汉服生写真跟合照会。很快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想说，我怕后面塞车，那我下次走慢一点。大家拜拜。然后下礼拜直播时间再看官方脸书。好，我现在走慢一点，大家拜拜。